大家能看到这两桥的两边，看到没？有人跑过来也能看到，非常细节。来一个就是一个，我跟你讲，城市堵桥专业。毒来了，我跟你讲，他也会来车，而且不止一辆。很多人会有逆向思维，觉得这边危险，那我们就过这边，他就会要过来。等他要过来，他就完蛋了。玩的就是个心理。主要是你不设障碍物的话，你根本堵不到，你知道吧？你扫车失败，或者是说，比如那车上有三个人，你不可能全部扫下来，你扫下一个，扫下来两个，你的位置就危险了。所以说，堵着绝对完美。那么加我微信啊，加屏幕下方或者左上角都是一个微信。想增加29的帧数的 FPS，就让你的画面更加流畅、更加清晰，脚步更大，网络呢更快，对枪快人一步啊，全都是一条龙远程服务。还有的话，一个是另一种是私教，提高你的压枪，这个的话就有点贵，但是会送这个优化啊。具体的话，你们加屏幕下边微信咨询就可以了，有什么咨询就咨询什么啊，有啥问题就问啥。放心问，大胆问。助理看到消息会第一时间回复。不调试，不加微信的后悔一辈子啊！十四存活走吧，我不走，走吗？还是等兄弟们？走还是等？走还是等？听你们的。我觉得能等到，但是也有点少了。我们已经杀了7个，等不等都可以。反正也不远儿，我感觉应该还会有半队一队的这样子。13个人。等到再说毒好吧，死磕，必须死磕他们。13个人了，走吧，兄弟们。这个圈什么狙啊？他们没有连狙。溜了溜了，这肯定要走了呀，绝对没人了。开闸，不过堵了两个，总算没白来啊！这阵法总是有用了。